的北海道。哎，没下雪，但是我们还是要上山看一下。大的，对，公车来了。好神吧？富士山的下面有 Lawson， 羊蹄山的下面也有 Lawson。 北海道县的还是东京县的？帮我查一下好，大家。这个雪场下面呢、啊，都会有一个一个小餐车在这里，蛋饼啊，汉堡啊，哎，可爱。来，我们等一下走上去突突的山咯，又滑雪又滑雪的感觉，又滑雪又滑雪的感觉。因为他刚才认真的问我们说，真的还是可以滑，但是我就是怕你们租装备，就是整趟会很浪费钱。反正我们都那么远来到北海道，那就浪费钱，我们就是来体验。我们要看过富士山，那羊蹄山就很好看啦，漂亮耶。羊蹄山是可以滑下来的，那个是没有雪场，那个是野雪的，你要有非常好的知识储备量才可以去跑，因为它随时会雪崩。公车站的旁边就有一个小小的咖啡厅，超舒服，买完咖啡就坐在这里，太浪漫了吧。坐在这里吹风然后喝咖啡，但是会感冒。下了公车到了高桥牧场，要尿尿的去尿尿，要拉屎的去拉屎。我想看他滑倒，你不要提醒他嘛。公司啊，是这边，公司这边。有听到不？有听到吧？每次跳来跳去，鬼狐的歌听哪来啦？哦，你看起来很不像牧场哎、欸，它里面是没有牛没有羊的。那边，猫，猫，牛奶类的啊，披萨的工厂啊，去蛇工厂、啊，巧克力工厂 ，buffet 的、啊，就是一些吃的、逛的小店，但是它就不是真正的牧场。昨天是骑雪，我今天是骑挡舞。票价，嗯，很浓啊！再来一口牛奶糖的味道，就是糖果的那种牛奶糖，嗯，真的很浓，真的很好吃。我们点了一个牛奶，因为我平常不太吃冰淇淋，也不太喝牛奶，真的好吃。我们来租雪具咯。今天的天气是冰是水是雪，我们都滑冰滑冰滑雪滑水还有滑倒。我们在试穿鞋，反正为我们两个的脚号敲了三号。Much better。 我拿到我的板子咯，我们要吃晚餐咯。今天我们来开始深夜滑板教学课，1:38。我们是确定明天要去滑雪了吗？教练就先在家里帮我们做一个深夜的一点点小介绍。来，学生请认真，素颜不能入教。来，单板介绍。好了 ，too much。谢谢我们的学班老师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谢谢。加油的。我们要期待一下明天早上的滑雪哦。Hi。Oh Yasmin。幼教团队要对大家说早安喽。中午12点，有人那么晚在滑雪是吗？正式的介绍，我们是 Gilda 团队。我是 Taco Gilda。我是 Abby Gilda。你是把卡给我穿。我们家穿装备，然后准备上山了。我们刚才拿了那个板子，然后我们的装备，走了20分钟。我家真的很累，然后又下雨，然后又流汗，超
就是一个我们的平价的滑雪之旅，我们完全靠自己，不用租车，靠我们的双脚。然后我们错过了公车，所以我们要走到那个计程车招呼站，好辛苦，讲不出话。就是这些板板，今天被拉死呀啦！走开。滑雪的路辛苦吗？现在不会走。我们刚整段路都没有人要讲话，你觉得我很滑吗？对，它看起来是滑完雪。太给屌，这个太给屌。我们刚晚上还是笑不出来，那个雨就是一直下下停停的。我们刚看到那个整片停车场还全部满满的车，所以代表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，都是呈现这个表情。给大家看一下刚刚的雪场，不是雪场，是水场。我们就保持快乐的心情。这位先生是谁 ？YC 教练，我们现在在做那个第一步，就是跪式服，看到没有？哎，不要扶他，让他摔，让他摔，我们要追求摔倒的视频。这边摔得好疼啊！你要侧身，你要看一下。哎，对对对，非常标准。好，你这样就可以前进跳的方向。你好像有智障哦。现在是十指交扣部分吗？对，差不多。因为我刚刚说绝对不能放手。对，今天的那个 VIP 服务就是绝对不能放手。OK， 这个客户要求绝对不能放手。那我们这位客户有什么要求吗？没关系，开始。哎，对，很好。你好像阿基拉。哇，老女人心。要有核心，核心。眼睛看哪儿？去的方向。对，然后呢，蹲不低怎么办？膝盖可以往外稍微再打开一点。进到什么程度了？可以单脚了。可以单脚了，可以单脚滑下来。OK， 勇者无惧，勇者无惧。我觉得教练很会教，他随便就是一两个字听得懂他在讲什么。然后你也很会教，我很会教，就是你也很会，我很会教。又在 dating， 他不是来滑雪的，他是来被教练滑的。好，如何自己站起来？我看看会不会无师自通。你后面撑的时候就可以，就比较容易。对。哇，你站起来了，你真的很棒耶！用跳的往前跳。跳的，对，很好，好，再跳，放，踩了它就会往下嘛，勾它就会，哎，对，哎，然后一直维持着勾一点，我怎么没有拍到？你真的很棒，我就觉得很热的感觉，对，就你们集合了，集合掌给对方加油打气一下吧，加油，加油，给他，我发现你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。对，我刚才很棒，这手完全没有放开过。哇！哎，这个中身配的特别到位。你这重心移得很好，但是这个但是腿没有动。那我们先比个爬吧，预备，开始。来，教练可以出发了，
教练摔倒了，教练摔倒了。好歪好歪，但全身都汗。走，对啊，这个不，我们两个人，三个教练。对啊。好歪哦，那个好累。好玩吗？好累。哈哈哈！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这样就会刹车了，跳一下。哦，你很棒，好，再差一点点，再跳一下。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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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这样。试试看。我感觉没有办法滑，还是可以。可以可以，就是这样，贵多贵少就会往下。腰酸了吗？腰酸了吗？那我们收工。好，耶！好玩。有什么称赞要跟教练说的吗？就是人帅又会教，非常非常的有耐心，而且他非常会鼓励人。就我讲一个动，他说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你很有天分，就是这样，初学者这样，我觉得你可以直接上了，两只脚上去，他可以，他可以。但还是摔得半死，但他会给你很多的信心。我们会初学者会觉得 ，Oh my god， 我可以的。教练是 Alex， 对，请教练来建议一下，如果要来这里玩的旅客们，要参加什么课程会比较好？如果时间比较充裕的话，就可以参加snowboard 的课程。如果时间比较短的话，建议的话就是选 ski， 因为 ski 的话，一般来说第一天下午就可以转弯了，至少可以在绿道上滑行，会有比较有滑雪的这个乐趣。那 snowboard 的话可能会要到第三天才有办法正常的转弯，那前面会有比较多训练啊跟动作啊。衷心的建议，当你不想要摔的时候，就是请体验双板。对，双板的真的摔跤的几率是真的比较小的。今天摔几次呢？今天其实我是 ski 上摔比较多哎，啊是吗？没有，可能教练因为他我滑的时候他也没有放手，因为我 ski 都是自己滑下来，所以滑雪还是要参加专业的训练，然后训练完你会一点点小技巧，你就可以在旁边自己小玩。如果你已经会滑雪，我建议来滑雪就是要滑个三天到五天、会比较好。太专业了，哎、我们约会完的朋友已经过来了，现在换这边约会的事情。最后一个晚上咯，我们要回家煮晚餐。是道明的生活，滑雪滑太累了，要吃饱饱，满满的和牛啊。晚餐时间，和牛吃到饱，和牛吃到饱、来来来，升十级的，我很会挑，哎呦，很会挑啊！这个味道可以，哇，这个，这看起来很厉害，好大口，味道可以，哦，怎样？是甜的，是甜的，真的吗？升十级，没有，因为他表，你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一定是甜的。真的吗？我刚才叫他鹅啊，真的太失礼了 ，sorry。没有，我就跟你说，你叫他鹅，他会生气，他会生气。他很好吃，就是很甜。对啊，是不是？很脆，很好吃哎。是那种挪啊的那种。不要叫他鹅啊，真好。他是中式的，结果好好吃。来，快点吃，已经吃饱了。包起来，包起来。好奢侈啊！好奢侈，你抱好，来来来来，快点帮我包一个。哎呦，上我了啦！你应该买那个海椰。三天前的怎么还那么甜？三天前的更好吃。喝喝大喝的。哇，嘴嘴脸啊！是不是很好吃？这是我们的 Andy 大哥。嗨。Andy 大哥，他的老婆 Monica 小姐，YC 大哥 ，YC 大哥，今天的教练之一，很会教，就一直在 dating 的那位教练，大家记得吗？很棒很棒，这个晚餐，这个是我们北海道道明的生活，北海道道明的穿着，我们之前都是这样子，我上一个雪季就是这样，因此胖了大概，不要羡慕，大家还记得我之前蛮瘦的吗？没有，回去之后就变胖了，我还没瘦过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这个柚子酒真的还是很好喝。啊，有人看过人家这样子？没有吗？我有买。菜馆的白酒吗？干杯！买一盒羊肉了。因为感冒很多天没有喝酒，因为我只要一喝酒，我的朋友就会开始。就哪个朋友这样讲话？三太子。哇！
麦片和牛，一口闷，一口是不是？对，一口。哇，一口，这一口。哦，这口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可以吧？好好吃哦。干杯！哦，是呢。哎，这边怎么什么都很大块？哎呦，夸张夸张。我今天这样滑得多累，我都值得了。彭某，金氏一家，金氏一家，来这边得到订阅一个，我检查，我检查啊，来来检查，哎，谢谢。订阅加分享 ，unfriend， 怎么样 ？unfriend， 我可跟你 unfriend 嘞，在一起啊，要删哦 ，unsubscribe。我们直接在这里宣布，我们也 unfriend。是不是要睡觉了吗？各位，宝到怎么样？宝到怎样？又怎样？送宝到怎么样？送。恐怖的时间到了，收拾行李，看看我们怎么塞啊！已经到了尾声了，哦，两点了，我们明天一早要回台湾了。Yes！ 哦，天哪！是因为怪贵呀。Yes！ 我们后来发现。贵妇姐姐家的那个房间就是长得很像大雄的家，家里有静安跟静香，我是静香的部分。啊，好像小夫吗？你说什么？小夫？小夫的静香怎么样？洗澡？剪刀石头布。我不要自己一个人躲在这里。最后一晚了，然后还要逼你当哆啦 A 梦。日本电视会看到的日本客厅。就是你的闺房，你就不好意思进去了。这边有放几条内裤跟内裤。往这边走就是一个储藏室吗？我们现在行李都收拾好了，很赞。还有一个装备室，我们要去大雄的家了。大雄的房间，这个不是，就是哆啦 A 梦的打开门的。哎，可是这个没有门的。我也不知道。而且这里可以塞人，亲子家庭房。可以睡大概12个，也很温馨，就是也是两张床，那个就是真的是哆啦 A 梦的家了吧？你要进去吗？真的好冷哦！你穿这样，我穿这样，它当然冷啦、啊。等一下，我先进去。我跟你们说，那个什么花子啊，还是贞子，都是这样子从里面爬出来，看一下抽象。熊对，他在里面偷吃铜锣烧。大熊起床了，不要赖床了，上课了。然后你们要出去，你装好，然后就逃家，逃家。这边总共有5个房间，然后一家大小啊，要来的很适合那种5个家庭来。不是啊，你们家好像饭店一样，是不是？5个家庭，我在讲就是我们家，我弟啊，然后我姐、大姐、二姐、大哥、二哥。哎，刚刚好哎，房间数刚刚好哎，真的是谢喽。第三间有没有可可爱爱的一个人的，就是不想要被小孩打扰的，还有一个雪具房。哇，谁会在北海道买房子啊？不可能呢、欸，不可能呢、欸。我们准备要结束我们的6天5夜的北海道旅。哦，有这么久、哦？哇，我们在一起6天了哎、欸。Oh my god！ 好玩好玩，我们下次还要再来，我们一定要再来哦。可以不用了。我们 Gyoza 团队要在这里解散喽。Ohayo gozaimasu Gyoza Team， 我是 AB Gyoza， 我是 Taco Gyoza， 大咖 Gyoza。这一趟谢谢贵妇姐姐陪着我们过了6天5夜，我们下次见。还有下次吗？有，拜拜。我们要下去了，我们要走了。对，我们要走了。真的很夸张。我们现在中途休息站，然后一下车长这样，大雪纷飞，那个根本是雪块了。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、订阅。Yeah！